安以轩当表店董娘，戴昆仑金桥钻表是有品味，非常的感动跟激动。安以轩老公德俊集团行政总裁陈荣炼近来跨足钟表圈，日前在澳门打造兆丰年钟表综合店，开幕当天还带着老婆安以轩现身剪彩，好这么帅，粉丝眼睛都要瞎热。哎，定睛一瞧，董娘手上这只腕表来头不小，是昆仑蓝色百万金桥圆形腕表。该表表径39公里，雕刻直线型同轴机芯，划过表面带给人对称但又冲击的视觉效果，向来是不少表迷收藏珍品。时尚动新闻，品味100分哦，报道。